的保存着。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拉祜族的口舞和佤族的舞蹈，就透过他的美丽的身影，一起来领略这两支舞蹈的精彩吧！掌声有请，谢谢。同时我们也有请亲近社区发展协会的朋友，请到面对舞台的左手边集合一下咯，感谢您，谢谢。就是非常的华丽，大家可以看到呢，他们身上的所有的装饰、头饰都非常的闪亮哦。那么当中可以看到头呢，我们的帽子的部分，哎，这些很漂亮的流苏啊、垂坠啊，也是我们傈僳家族呢在装饰上面常常用的，可以让我们看到呢非常精细、美丽的闪耀着漂亮的光芒。傈僳家族致力于传统的保存，也希望将从先祖这边流传下来的美好，可以继续将它像故事一般的和所有的孙子子孙代慢慢的进行分享传送。Thank you.
非常感谢我们的丽素家族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也让我们呢穿越时光可以看到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舞步在台上重现。谢谢丽素家族，谢谢。在此我们提醒哦，清境社区发展协会的朋友请集合，非常感谢大家远道而来啦。那我们刚刚有说，从1953年的时候，第一批呢将我们的所有军队撤到台湾是来到的忠贞，第二批呢其实就是到了清境。那今天呢这两个礼拜是我们的泼水节跟火把节，到10月31号跟11月1号呢就到清境那边，也会延续他们火把节的精彩。欢迎大家10月底、10月31号跟11月1号的时候，可以到清境感受呢他们对于火把节也是一样充满神圣跟期待的美感喽。接下来啊，我们要来欢迎的这个是来自我们台北。